贵山的菜篮，全台上少啊！你讲差，系卖到全世界，我托个谁咯？就系你阿老公。有事情，还要托个你嘛。如果当春天，我相信我真侪人想要出事领导。你讲错话，阿公。安永海，你讲早晚慢慢听。你根本想不了个差价，慢慢改。我梦想像安永宁一样，唔讲对啊，唔对，你讲冇好听。6月8号晚间7:30，东森戏剧40台《茶经》。